说出美食的名字，杨洋。臭豆腐。答对。他们来臭豆腐。请说出古代的名人，小童。陶渊明。答对。陶渊明哪位啊？陶渊明。对。你俺是喝的，我是小样的陶渊明。我叫天小童。答对。请说出一首歌名，宝哥。我是谁？绝对有这首歌，绝对有。有成龙的片，成龙的电影里面有首主题歌，周华健的《我是谁》。有哈，答对。请说出中国的一个古代的名人，杨洋。朱海。滚。古代的名人，古代的名人，不是地方。嗯，朱字。元这朱元哦，你刚想说朱自清是的，答错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答不上来，都比你们可爱。说出一个花的名字，玲姐。蒲公英。说出一个美食的名字，乔乔。臭贵。嗯，花儿。臭鳜鱼。臭鳜鱼吗？搜，肯定有臭鳜花这个。臭鳜花俗称烂了。再说一个美食的名字，程程。臭鳜鱼。好，我想问一下二位，跟臭的东西怎么这么有缘？每次问他们说出一个美食，臭。请再说一位古代名人的名字，小童。心气急。哎，答对。哇，才貌双全，李清照。厉害啊，吴国。讨厌讨厌讨厌。这明显中间就是文化的一个哈。当然了，谁说女子不如男。想唱的。请说出一位美食的名字，尝尝。罗不丁。好吃。首先说萝卜丁是肯定有，但是美不美食就是很难称作为美食。萝卜丁，今天来我们家给你做到美食，来萝卜丁。臭鳜鱼，还有臭鳜花。再说一个美食的名字，尝尝。萝卜丝。萝卜丝，真想说螺蛳粉，但没想到他又接的是波。说出一个职业的名字，玲姐。护士。护士长。友情提示。友情提示，友情提示。哎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觉得你这种智商就别帮我了吧。护士长是一个职业吗？再说出一个中国地名，宝哥。啊，这松花江。答对。说出一个职业的名字，杨洋。松。物源，一个人说俩字啊？你的物字我们听到了，不是你不剪出来就够了。天哪，果然计策多，诸葛先生。诸葛先生跟我想的差太远了。说出一个古装剧的角色名，宝哥。张无忌。答对。说出一个影视剧的名字，尝尝。五五啊，是问我是吧？哦，啊，在，你再问一遍，再问一遍。俩人开始演戏了。我们俩没有沟通，好不好？你问一遍。好，那我换道题，说出一个美食的名字，杨洋。什么？再说一个职业的名字，小桃。魔。哎，魔术师。答对。哎呦，可以。还好家里生了你，要只生了我一个，可怎么办呢？那再说个美食的名字，杨洋。哎，这家。还没扣啊，还没扣。我什么东西？窝头，大头菜。你再来一遍。说出一个古代人名，杨洋。
子龙七进七出，不是你们看不到杨洋跟程程两个人刚才在那对美食大头菜窝窝头，窝，你要说啥？窝窝窝什么东西？窝窝头大头菜，最后说出一个影视名字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他们对半天美食大头菜，跟那个萝卜颠儿吧也是差不太多。等一下，我刚才确实那个有点缺氧，你刚刚那个问题我可能没。咱们五 A 级景区，呼吸这么好，缺氧了在这儿。这儿的氧气含量怎么样？特别的高，100%。100%五 A 级景区是不是碰瓷儿？你诸葛亮在一个缺氧的地方住吗？陇中还缺氧？哼！咱们魏国。为国争光了，为国！胆敢对我先生如此无礼，怎么如此无礼？好好来，好好来，不笑了，不笑了，好好来，我们一直都好好来的。说出古装剧的角色，玲姐，李逍遥，答对。说出一个美食名，杨迪，回锅肉，答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听了那么多臭鳜鱼，什么听到回锅肉感觉好新鲜，你知道？再说出一道美食的名字，杨洋，不臭，酸，不吃菜，菜呀、啊！我的妈，臭酸菜！好，这样，我就随便说一个三个字的菜好吗？别往臭上想了，绕开这个臭，想一个。牛肉面怎么了？休得无礼！哎，你说，三二一，说美食。三。三啥呀？三。臭菜。三啥？他反了，他反了。啊？